各位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场比赛的直播现场。今次是一场万众期待世界瞩目的比赛，今天天气不错，阳光普照，我想两边都会发挥得很好。比赛即将开始，主场比赛开始，开播，大脚转方向，队友摩迪交咗个波俾队友，伊巴希莫域将个波分边，队友喺右，队友控唔住个波，控住个波，分个波去左边，交咗个波俾队友，危险，美斯龙门将个波没收咗，华拉尼将个波分边，甘道比亚继续向前，摩迪交咗个高波，奥斯尔过咗对面防守球员，呢球入得好靓，呢一个入波对佢哋嚟讲好重要。中圈开波，比赛继续，长传俾队友，将个波分边，蒙到利和截到个波，蒙到利和传球嘅质素都好高，蒙到利和主要都系靠组织进攻。封住咗船，蒙到利和全球嘅質素都好高，奥斯尔抢到个波，踢咗个高空波，控唔住个波，队友喺右翼推进，伊巴希莫域大步推进，伊巴希莫域过咗对面防守球员，有啦哥，有啦，有啦！呢球系极之关键。中圈开波，比赛继续。上半场比赛结束，比数是2-0，稍作休息之后，一阵会为大家带来下半场比赛。下半场比赛开始了，作客，开波球员是，看看教练中场休息那时的部署会怎样影响下半场先。睇下呢球波，阿古路 ，go！ 呢一个入波对佢哋嚟讲好重要。中圈开波，比赛继续，长传俾队友，队友摩迪交咗个高波，睇下呢球波。队友一脚凌空抽射，可惜啊！龙门球，开龙门球，将个波分边，控住个波，将个波分边，队友抢到个波，摩迪交咗个高波，睇下呢球波。队友一脚凌空抽射，守门员龙门将个波扑咗出底线，应该系个角球，角球。奥斯尔呢球弯得好犀利，睇下呢球波，蒙到你喎，呢球入得好靓，呢一个入波对佢哋嚟讲好重要。
中圈开波，比赛继续。将个波分边，将个波交到去边线嘅附近。干查奥呢脚好干净，干杜比亚大脚转方向。蒙到利和旁正举旗，呢球越咗位，将个波分边，抢先拎到个波，喺右翼推进，将个波交到去边。干查奥截到个波，长传俾队友，球证三下鸡声，呢场比赛正式完结啦。全场比数系3-1，主场最后赢到呢场比赛。喺呢场比赛入面，佢哋展示咗顽强嘅一面，抵佢哋赢嘅。今晚直播就到呢度，多谢电视机前嘅你，我哋下场比赛见啦。